所以我选择绕一下，绕一下，绕一下，他必定会回城啊，回城，看能不能抢到个人头啊，闪现。哎呀，这个，哎，是我失误，是我失误，这波是我失误，队友没有跟上来，队友没跟上来，这波打真是，哎，太烂了，稍微打稳一点，稍微打稳一点，上路这剑圣。可以是可以啊，但是他不懂得抢我兵、抢我经验啊。这个上那一波明明打得很好的那个，哎，让这边跑掉，让这边跑掉，不然应该是拿个双杀的双杀。然后看一下这一波，我的妈，对面有两个人压我，对面有两个人压我，对方标记我了，标记我了，走，注意这个，注意指挥，注意指挥。哎，你这都敢过来浪，真的是，我也是醉了。我的妈！我去，这个，我也是无语啊，我也是无语。上这个，中路外塔正受到攻击。他们并没有人来啊，并没有人来帮我，来帮我。中路也是要崩掉的，也是要崩掉的节奏。塔也被摧毁。哇，这个，这波需要跪啊！这个，把兵线往下，往塔控，往塔控啊，往塔控。哎，他们去打下路团了，这个上路好像没怎么管啊，没怎么管。走一圈，走一下，走一下，走一下，走。走一下，走一下，走一下，走一下！我的上路外塔已被摧毁。注意眼位，注意眼位啊！这个，我的妈呀，这怎么打呀？上路要崩掉了，这是。标记队友上路啊！这个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打啊，不知道怎么打。尽量往退，尽量往退。对面，毕竟对面两个都手比我长，手比我长，这对我压制力很大，压制力很大。哎呀，你一个人还敢这样？选闪现走，走走走走，哇，好险！这个，哇，太恶心了，简直。看他们出什么装啊？先出攻击的吧。下路外塔正受到攻击。选择去下路走一波，走一波，上路也是要崩掉啊，这个节奏。大杀特杀。这个，哎，我也是醉啊，我也是醉。长山赵子龙在此，尔等休要放肆。毕竟我也是没玩太久啊，以前。玩过一个辅助啊，辅助打了一个敌方防御塔被摧毁。好，这个又是在找死，又是在找死，漂亮，击杀一个，谁抢人头啊，抢人头，大家莫见怪，见不要见怪。哎呀，这个反正他死，这波哎，对面是一换二，一换二就亏了呀，简直！对面一个人就拿了我们两个人头，我的，所以我们前面打说对面两个人头，好，该上了奥巴马。哎，队友来帮我一波，帮我一波，这回就抓他一下，抓他一下。好，这一波。双杀，中路中塔正受到攻击。直接强吃过去啊！强吃过去，哎，算了，再退一下，退一下。看队友能不能跟上来，队友能不能跟上来？好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！正受到攻击。队友跟上来，队友跟上来，跟上来。好的，漂亮，击杀。被队友收人都可以啊，因为毕竟是他们来帮我啊，人头就让给他们也。不足为过，不足为过。
是要把对面奥巴马是有一定压制的，压制了一下。下路外塔正受到攻击。下路这个已经帮了我一下，这下路也是稍微有点压力有点大。我这个，哎，对面这个太恶心了。选择回城啊，选择回城。哎，对面这个法系输出太高了，看来我得买个防御装。我看一下啊，出这个吧，希望输出能稍微高一点。中路好像接胜，我感觉很难过，这个天线宝宝真的是。我先带一下中路，选带一下中路，带中路。下路外塔正受到攻击。这个又是来压的。哇，中路爆两座塔，这个直逼高地吗？这是。先往后拉，因为奥巴马好像在压制我，压制我。这个选择去下路，所以中路我只能我一个人带。助我一臂之力。这个。中路内塔正受到攻击。这压制力太强，好，这里。哎呀，没控制好血量，给对面拿了双杀，这里买速鞋的，买速鞋的，这个，哎，这就是要崩的节奏啊。对面只掉了一座塔，我去，这个闪现也把你搞死，这个你别先别选了，我不敢硬刚，这个不敢刚，他们这一个个就送死啊，都在送死，先接着往前推啊，推中路，直接推中路。哇，你这干啥节奏？下午好像有人去带线啊，叔叔。结果我们不能急。别，我刚前面。这个，我有点伤。横行无阻。选择回城。希望队员没发现我，这站在这个地方会真的是非常危险的，魔抗血，哎，看来我们主要是队友，我们是没有肉啊，如果实在这局不行的话，那就只能我出肉。就是说选择去中路打一波，但我觉得好像这一波不保守。就选择过来支援一波，这个我怕应该是打不了了，好，队友来，跟上。中路内塔正受到。说够了吗？可是打败了剑齿兄的男人，是大地传来的启示吗？需要带走的东西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。已经结束了，放弃吧。我想成为屠宗战士。
小伙伴向快乐进攻 Baby 跟我一起来，现在到未来 Baby 张开你的手 Taki Taki Go， 努力证明你存在，在这个时代 Baby 别傻傻发呆，别原地等待。准备好迎接所有挑战。